等了两小时 ，L 后台已瘫痪，进不去，看不着。不管了，先来看看张老师素颜直播。下面我们就有福利了啊！看到这个小鸡腿了吗？是不是特别可爱？你闺蜜超喜欢你，为什么你闺蜜超喜欢你，然后你来留言？你闺蜜去哪里了？今天没有化妆，素颜。对啊，最近在留头发呢，最近想留很长的头发。大家记得转发微博和那个什么，我们就有睫毛膏啊、大鸡腿啊，还有千里眺望，会送给大家哈，900万福利，有我的新电影上不就是福利吗？你不有电影看了吗？然后马上不要又要发歌了吗？还要什么福利？最近跳不了舞，我也想跳舞，腿不行。我很想跳舞，等我腿好了再跳舞吧。还没吃饭呢，好像新浪总部的好多人都去吃饭了，可能看到我送鸡腿就饿了吧。今天下午我就要去练会篮球了，因为要多活，其实也不能不活动，偶尔要活动活动，不活动它就锈了。我现在也还没看过《烈火英雄》，我准备8月1号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去看。那个男孩特别的羞涩，我记得给完我鸡腿以后就跑了。今天我把那个瘦脸给关了，瘦脸圈给关了。那看我告诉你，我给你看看瘦脸圈。回来了啊！刚刚工作人员告诉我，今天的直播就要快结束了啊！大家再回答大家3个问题，好吧？还有3个问题啊！9月份进组，好不好？9月多，应该9月份，因为夏天太热了。以后夏天啊，夏天可能就看不到我拍戏了，夏天太热了，夏天可能就做，就是可能参加一些篮球活动啊，然后多出些歌啊，然后做做音乐什么的。我想去学编曲和作曲，然后可能有很多要学习的东西。然后我夏天的时候就康复一下腿，就是康复腿啊，对我来说挺重要的。没有，这是，不能剧透吧？大家去看，鸡腿放鞋里，为什么放鞋里？大家好，仔细想一想，写在你们的观后感里，好吧？如果那种还在读书的，你看还在读书的朋友们啊，小伙伴们。小时候你看我们老师都会说看本书啊，写着观后感，然后布置任务啊。这个时候我就代替你们的老师给你们布置一个任务，看完烈火英雄，是不是写个观后感，不少于3000字，是不是有点严格？好吧好吧，现在你们高考的作文应该是800字到1000多字吧，不少于800字，好不好？哦，不少于1000字吧，粉丝快1000万了，不少于1000字。那种合格超过1000字的那个观后感写的好的，我给你打分啊，打完分以后会发你的牌子，然后还给你抽取送礼物。我也写，我在演之前就写了1000字了，丰富的人物性格。这叫锻炼，我觉得。那就记在我的剧本上了。1000字应该挺简单的。暑假作业，对。好了，抽现这里抽吗？这里可以上线，可以啊，我们可以集合，大家一起刷烈火英雄，然后那个抽几位幸运的观众朋友们，赠送我们的睫毛膏和我们的大鸡腿。3、2、1，咔嚓！3、2、1，咔嚓！3、2、1，咔嚓！被操控的很好。好了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期待下一次的直播啊！期待下一次来新浪微博扫楼，好不好？到时候又跟大家见面了。太感动了。
啊，就是如果有一个女朋友，你的女朋友跟你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回复她，能够让她不生气，能够哄她开心。首先第一种情景是你的女朋友问女同事和你一起喝酒喝醉了，然后让你送她回家，你会怎么做？那是不可能送回家的，就是帮女同事打好车，送她上车，然后就一本正经的回答。但这是一个及格的。只能说及格，但并不是完美的回答。是满分的。对。你怎么跟女同事喝酒呢？那有的工作开会，你们不跟男同事干嘛？哎呀，有那种场子我就不去。好吧，这个算过了。好吧，这个算过了。第二个问题是，女朋友剥小龙虾的时候，油滴到了你新买的名牌西装上，你该怎么做？能不能不小心，我帮你剥就好了。这个回答也可以。怎么能让女朋友剥小龙虾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，第三个是，女朋友问，亲爱的，你猜猜我刚刚吃药的时候，看到窗外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怎么了，宝贝？这个也是可以的，但语气要更加关切才可以，语气要加分。对。好，第四个是女朋友点外卖送到后，发现外卖小哥不小心弄洒了，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做？没关系，你怎么能点外卖呢？我给你做，对不对？蹭吃也可以，一样的意思。要求有点严格。严格，为了能够让你达到满分吗？还要做。做太浪费时间，出去吃比较快一点。好，那第五个哈，女朋友问，如果因为吵架我离家出走了，你会不会主动联系我？对啊，怎么能，我怎么能跟你吵架呢？好，已经学到精华，开始用反问句了，可以。好，全部满分。求生欲的考验，因为他刚刚那么会说，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应该没有。应该满分。对，满分，肯定满分。